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在家里养上一盆君子兰，会让整个家都变得贵气。可是这种花并不好养，一旦养护不当就很难开花。那么我们想要让它正常开花，这四个错误一定不要踩。一，不能浇半截水。由于君子兰是昼植根系，若是浇水太多，会导致盆土积水出现烂根，所以要分情况。在盆土有足够的通透性时，要等盆土干透了再浇透水，这样才有利于它的生长。二，叶片洒水。君子兰喜欢湿润的环境，所以很多人经常给它的叶片洒水，没想到最终却导致叶片腐烂。由于它的叶片基本上都是朝着中心长着的，我们洒水很容易就会导致叶心出现积水现象，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叶片的腐烂，那么也就不可能开花了。三，夹键。君子兰夹键并不一定是因为缺水或者是缺少肥料造成的，若是水分充足，很有可能是因为温差过小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只需要白天把它放在室外，晚上把它放到室内，相信在这么大的昼夜温差下，它很快就会又重新出现了。四，叶片歪斜。很多人看到君子兰叶片歪斜就用人力强行矫正，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。叶片长得歪斜的主要原因是光线问题，我们只需要让它的各个方面都能够接受到阳光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